回。今天我来悄咪咪的推荐两个画光影的太太给你们。第一个这样色的 MC Potato， 你看这发疯，这光，这个，什么叫做氛围感？什么叫做光感？是的，我这个小人也是模仿这个大大的。第二个叫做 Angel Grave， 简单的铅笔稿子配些许的颜色光晕，瞅，是不是有那感觉了？之前我那个线稿也模仿过他，老粉都晓得哇啊。为啥非要推荐他俩呢？因为之前发的那个笔刷就是用来发他俩这风格的呀，赶紧去看，赶紧去试。最近加班给我加的昏天暗日的，打开抖音才晓得赵哥都开始唱流行锤了啊！童年偶像，求求你了，还是打两套拳吧。 Nice， 听完之后